翻嚟就睇到咧個 chat room 咧，即係首先又係我唔知道男定女啦。阿楊楊氏啦，阿楊氏嗱，我講楊氏一定係唔知道男定女啦，冇所謂啦，啱啱先啊？冇錯。佢話咧，你哋班友咧都真係唔信又一劑，你哋都幾掂下喎嚇。有即當然係包括埋 chat room 裏邊嗰啲嘅，我哋不停地傾緊偈嘅觀眾們啦。佢尤其是 MA 二百嘅主車，或者我哋兩個做得好。咁點解咧？佢話咧，哇！你哋都經常都揀得掂嘅喎嚇。我就話咁有幾掂先啊嘛。就係揀得中咪叫做掂咯。咁係啊，好多人唔中大大聲㗎。咁啊係。咁我就話其實都係俾人哋準少少啫，同埋我哋會揀爛嘢。我哋做翻。應該做的 waiting。第一件事我們就不會，第一我們不會學別人這樣的，只可以選四隻，因為我們只是選機會的馬，那你機會的馬可以有十五隻都可以的嘛，剛剛先啦，還有一隻鬼來的嘛，那隻是，所以我們只會說機會馬的，那到時，那你覺得這麼多機會，那你博不博一個，你再想啦，這件事是，但我們一定是 rating， 一定說了機會馬先的。沒錯。咁呢個就點解我哋成日都係揀馬嗰時候會揀到冷嘢，我哋又唔會話專登挑一隻特冷嚟揀，其實唔係咁樣，只不過係真係我話喂唔好呢隻咪有權搞我當攤有賠率，咁咪搏咯，係咪先啊？呢隻熱門冇人挑戰到佢喎，劈咯，係咁嘅啫嘛，係賭馬係就唔係話，我成日都諗唔明啊，點解一定要揀四隻馬啫？地球上冇一條 rule 咧就話。港馬佬淨可揀四隻馬噶嘛，唔準你賭多過四隻。係啊，冇呢樣嘢噶嘛，因為賭馬係各門各派有唔同方法噶嘛，係咁啊，所以點解話跑馬我哋不能夠好似其他咁樣樣一因為嗰啲咩啊咩咩成規話係我都唔識得嗰個嘢，即係墨守成規，佳佬好嘢啊，識中文啊，果然係。咁啊，另外咧頭睇翻啊，今日我哋贏在起跑線啦，我哋就有一個。會都唔係唔知道會員定係觀眾定係唔知咩，應該係啱啱做會員嘅啦。咁啊 ，Anson 咧就兩 win， 應該得佢一個兩 win 緊啫。而家係如果頭先快立冇睇錯嘅話，咁啊繼續玩啦嚇，因為你上次都爭少少，今期要拍你啊。另外仲有楊生啊，我又係好想拍阿楊生出賽噶。總楊生喺度，嗰人一定係阿廖王。同你一起拍住相嘅，但你廖王可能要改咗第二个名字，因为都出过，唔可以再出啦。系咁啊，仲有啊，你哋如果未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嘅话咧，就记得一定要 subscribe 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唔 keep 唔到一千人嘅话咧，咁其实就系会冇得再做一个咁长嘅直播啦，同埋冇得火金嘅，所以啊，大家帮帮手啊，继续唔知呢度下边定呢度下边啦，记得揿嗰个 subscribe 掣。未 subscribe 就 subscribe， 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要 subscribe 啊吓，督一督佢。如果佢 subscribe 咗，点解会少咗咧？就系佢退翻出唔订阅。系啦，咁有啲可能我叫 friend 做。咁衰嘅，唔好做节目俾佢睇啦。系。你知有啲系咧，掹啲 friend 过嚟噶嘛，帮帮手推咗上去先啊嘛。揿咗啫嘛。你会有 notification 收到噶嘛？可能佢根本就冇兴趣咧，点知啫？系。系啊，啱啱先？但你如果你想 unsubscribe 嗰时，记得叫翻多一个朋友嚟 subscribe 翻，咁我哋咪有邓方文条数咯，可以系。咁啊系。好啊，嚟到啦，今日嘅最尾一场就三班千六米嘅。咁啊，大熱門就係我只外區話嚇，白鹿飛翔。咁啊，而家就31蚊邊就13蚊批，睇係咪真係咁穩陣啦？鳥王揀嘛。好，咁嚟到買埋條飛先，好冷啊！呢只咁緊要，好冷，我估下先。你係揀緊只成才咯？梗係唔係啦？哦，原來鑽石神聖搶王嗰只唔係好冷啫，135倍喎，少少啦，冷冷地咯。咁我既然買得七啦，我咪。博佢抵出買賣咯，成日都中噶啦呢啲。咁又係，你唔知佢搞咩咁啊搶王。你啱。好，咁啊嚟到第十場，咁啊呢場馬咧，其實我就揀嘅馬就唔多嘅啊。咁啊，第一隻介紹俾大家嘅就係只環保動力先。咁啊，呢只環保動力咧係比較邊線啲嘅。咁啊，上次已經係初起噶啦。咁啊，見到只馬。已經可以追到嚇、啊，跟到喺前面追到，但係追嗰只都係大眾精英嚟啫，就唔係話太犀利嚇。咁啊，衰就衰在重磅，所以睇睇梁家俊今日可以跟到翻嚟幾多。我覺得三重彩拖埋佢係值得嘅。咁啊，第二隻介紹嘅就係四號馬嘅紅海威。呢只紅海威今季新馬嚇，咁啊一仗就係呢個
熱身之後咧，腳法靚嘅嚇，拉屎衝勢啊，唔係喎，呢個係睇先，唔係喎，睇錯咗紅海威武。更正第二隻介紹嘅七號馬嘅一定賺，一定賺今季五仗一次同情，咁啊快集快放啊，騎住放頭埋欄嘅，咁啊按騎至到去直路嘅時候咧，見到佢騎打落去拉屎係非常之勁嘅嚇，咁啊揮臂翻上嚟嚇跑個第二嚇，咁啊泰已經起咗噶啦，金將冇乜放頭馬啊，咁啊六檔可以輕鬆埋欄放頭，有力一平嚇，好似頭先只太金剛咁，你睇到噶啦，係點跑噶啦，咁啊 WinQT 都值得投注嘅，咁第二隻馬。第三隻馬介紹的就是11號的首飾大帝，首飾大帝就是上次已經介紹了給大家啊，隻馬起翻，咁啊都是一隻非常之好的馬，上次咁喺外檔都仍然能夠後上贏嘅，其實佢係違反了自己的跑法嘅，咁佢應該係跟喺前少少嘅，咁啊金將有翻二檔上翻拉叔，仍然有分喺手，可以博得過啊 WinQT 都值得投注嘅，咁啊。第四隻介紹俾大家嘅就係12號嘅白鹿飛翔，呢只白鹿飛翔上季新馬嚇，咁啊今季三仗兩 win 一 T 勁啊，咁啊上仗連勝之後咧，喺外檔11檔仍然可以後上跑個第三啊，有分嘅，今仗有三檔啊，升咗三班冇乜阻力嘅，我覺得可以再勝，如果佢跟喺前邊更加好啊，咁啊呢只可以 win Q 揸膽嘅12號嘅白鹿飛翔，咁我今場介紹嘅馬就係、是。11、12渣男，11、12就是鳥王的選擇，1和12就一樣咁中意噶啦。其實我自己行頭是隻12號的白鹿飛翔，而次選咧就係隻即係第二隻揀嘅正選啊，就係隻一號的環保動力嚟嘅。咁我仲有幾隻馬介紹嘅，咁第一匹介紹咧就係繼續。要翻只君临大地，次次出次次拣呢只马系嗱，近战英好不好啊，表现失望嘅嗱，上战同情又后上不及，再战千六同情手本同组时间唔差，见呢匹马个后劲强，形势仍然系有利嘅。今场换我法国仔上阵咧，我觉得今次咧有力一战嘅，因为你要睇得到呢个骑师真系下下啊！一隻馬上嚟就下下到嘅，今日已經爆咗兩鋪俾你睇啦，睇下啦呢一隻嘅君臨大地喺佢嘅胯下會唔會可以有更好嘅發揮？除此之外咧，就要留意埋只三號嘅大眾精英。咁啊，大眾精英嘅上戰贏咗馬之後就發揮，唔係上場贏馬就發揮出色嘅。士多課集亦都見好啊，1月19號嗰課集啦。咁啊，睇翻時間喎，原來同組時間最佳嘅馬嚟嘅，形勢仍然係有利噶。嗱，今場馬就算啊要加八磅上陣，我都覺得佢係無懼對手嘅。除此之外咧，仲有一隻一星冷馬，呢一隻一星冷馬其實鳥王佢都有揀到嘅，就只13號嘅贏風雲啊，阿井嘅，咁就換咗人啦，換咗黃浩南上陣嘅，咁就上戰可以跟前跑捱到尾，表現唔錯嘅，睇翻過往時間咧，原來係次佳嘅，後勁亦都係同組次強嘅馬，今場馬其實形勢有利噶，如果你話啦嚇臨尾。只白鹿飛翔可以帶得到呢一隻嘅贏風雲上嚟嘅話咧，呢只嘅贏風雲形勢非常之大好，我覺得咧冷門有權爆到一個冷屁屎嘅，所以需要留意埋嘅。咁啊，鳥王就揀埋7和11啦。臨場我都有要翻呢只7和11嘅，但我會中意只7多過只11啦。咁啊，重複一次啦，鳥王咧就揀咗1、7、孖1、12，而我光頭咧就揀埋5、3和13嘅。綜合推介咧就係1、12和5號，1、12、5就你今場馬嘅綜合推介，三隻馬嘅。1、12、5啊？冇錯啦。有幾隻披斯馬喎？係咁噶啦，披斯馬呢啲嘢。唉。咁啊，博你信唔信嘅啫，永遠都係，我就自己12揸膽嘅。你12揸膽啊？因为我见得到沙圈推介得翻一只马啫，就系只12。咦系喎，冇啦，我净系买咗条 Q 叫鸳鸯 Q， 冇乜好拣。只一我都未买埋，点？因为我自己就一定系只我 Q， 我应该系买12Q， 所以就冇肉食。十有冇啊？十有。系啦，因为应该要买埋呢条。
唯独是梁家俊都唔系马房有手应该何亮，环保动力亦都系上次加利佬玩赢在起跑线其中一只有拣嘅马嚟啦，但嗰场跑第二，好精彩嘅第二。嗯，边个冇手影啊？你想讲马房定系骑师先？骑师啊，马骑师冇手影啊，骑师冇手影，唔系喎，剩翻一个冼南唔得啫喎，今日。几号啊？即系今日。即系八号。八号啊！即系仲有出赛嘅，就八号冇手影啫。哇！即系八号。咁啊，另外即系七号都冇手影嘅，系啊，同埋只十号咯。咁嗰啲跑两只马，你唔会谂住佢有手影噶嘛？啱啱先啊。反而马房就多人冇手影啦。今日叶楚航成手马嘅，咁啊全部都收皮，咁啊 Tony 亦都系成手马啦，咁啊暂时未见影啦，会唔会今场马抵出呢？唔知。喂，有只马可以破你纪录喎，边只？买翻$10好。哦，好啊，讲啊，咪破纪录嗰只咯。诶，你最高纪录系31倍披啊嘛。好啊，我哋就挑战呢一个嘅35倍披。30。我见你讲沈南，我见到呢度着咗灯咋。好啊，我就买$20斋披。好啊，一讲我就买噶啦呢啲。唔系，我见佢着灯啫。试下无妨啊嘛，啱啱先啊。系啊。点知啫？有时啲嘢跑马跑马。有 Jenny 有拣噶嘛？唔系啊嘛 ，Jenny 竟然有拣八。系喎、啊。真系拣。12.87啊！12.87 Jenny。12.87好啊，拣得好。八啊 ，pace 啊，好，即刻攞八揸蛋拖12添啊！82呢条 PQ 都118啦，买$10先，买埋条 Q 添啊，黐线真系，$10唔争在，系咪先？好过买六合彩啊，我觉得。唔系、哦，我觉得呢场马老潘嗰只有啲计。老潘就跑只爱马剑，系啊，集好嘅，系啊。但我今场马我就未拣到佢啊，系啦。佢排六七名咁屌，同我一样又系摆喺六七位嗰啲马嚟嘅，中就够晒噶啦，红灯就应该要亮起。啱呢条僆仔跑嘅，一啱啦。我今场我赌三头 win 啊，咁用计数机喎，三头 win 唔使啦，求其买得啦。就君临大地，跟住之后咧首饰大帝。你噶你啊，你有股我唔系，我梗系买翻我自己讲嗰啲马啦。哦，即系君临大地都系，唔系君临大地，即系君临大地都系。君临大地冇讲啊，好啊，红灯啊，终于都亮起啦，嚟到今日嘅最后一场啊，咁样就第十场3班1600米嘅彩池够晒噶啦，个 Q 位都到44秒啦 ，Win 亦都到31秒。咁我哋嘅收视啊 keep 住就100上下，太少人睇啦。系中间要摆条女嘅，条女坐喺度，净系喺度笑下。你谂下，啱啱好遮住个样，净系留翻对波出嚟。系嗱，拉开条拉链。你攞你条波出嚟咯，嗱，冇人知呢条系咪女嚟噶嘛，系咪先啊？塞两个橙佢都得噶，扮住先咯。推上去，我觉得阿杰嗰个似啲。即是有肉地啲，系啊，阿胡苏仔呢啲就啪啪声，咪就系咯，见肋骨，即系锁骨靓咯，锁骨靓。女最紧要后咩啊？有锁骨。啲马仲喺个闸后边转紧圈，入咗几只？哇！喂，抢王好似冇钱冇命咁，同阿边个？同埋阿麦飞文啊嘛，系啊，睇下有冇79先，有拖，我就唔理啦，买完我就算啦。79PQ，咦，79PQ有10倍喎，隔住。好啦，啲马就转完一大轮嘅圈，罚企嗰啲继续罚企，未入闸嘅就继续转圈。迎风云都开始嚟了啦，啲飞。咁点解有飞啊？因为一早有孖宝下射啊嘛。只七号一定赚，点啊有飞啊？放头马一早有孖宝下射啊嘛。
所以点我哋成日都知道边啲马将会落飞，但呢两匹马都已经落过咗笼啦，应该唔系呢两只噶啦。好啦，全部马都已经准备好晒噶啦，嚟到今日嘅最后一场赛事啊，咁就呢一个嘅三班千六米大热门仍然系只外区白鹿飞翔十二号，睇下今场马可唔可以反败为胜啦。好，一出闸嗰时候，一档嗰只起一起琴啊，就只赢风云嚟嘅。前面而家咧就见得到只一定赞啊抢咗出嚟啦，外边有只马哇，突然间即刻冲埋嚟拍车，啊、就系只爱马剑。外边仲有只四号嘅红海威都跟前面走啊，大我都仲有一只就只乜鬼嚟噶？钻石神圣啊，又系阿电单呢、這个拍赛车手啊，咩都唔理。盲队嘅啫，呢条友系好啦。前面而家盲队紧嘅两个就系阿冼拿同埋阿吴家俊，然之后后边咧就只红海威啦、牛精辉煌同埋首饰大帝，再隔一个马位之后先见得到咧，就系爱马剑、环保动力、首月条内栏骑紧翻上嚟咧，就系嗰匹嘅赢风云，嗰只嘅十二号大热门白鹿飞翔咧就闻风未动嘅，等一阵间睇唔睇爆到一段啦。佢出边咧就只环保动力嚟嘅，咁啊第一段24.79，第二段22.8。前面放紧头仍然系嗰只一定赞啦，外面咧拍住佢咧就系只钻石钻色神圣嚟嘅，内栏钻色大帝大外档咁啊只牛精辉煌嚟嘅，有只马亦都飘咗出出边嗰度咧，睇博拉斯跑跑出嚟就只大众精英嚟嘅。好啦，转到最后直路嗰阵时啦，嗰只一定赞咧就好似有啲撇噶啦，后边追紧嘅首饰大帝大外档嗰度应该系只三，系咪三嚟嘅？睇到边一匹？睇到个 number 就系只白鹿飞翔嚟嘅，系啦，就冲紧上嚟噶啦，中间夹住仲有嗰只九号嘅爱马剑啊，前面放紧头嘅首饰大帝好大机会到噶，揾第二名啫。第二名究竟是九定是十二？九定十二啊？是十二啊！十二个先啊！第二名就白鹿飞翔啊！第三名咧先正爱马剑啊！哇！拉叔临尾三场三宝翻晒嚟，杀晒！上个礼拜沙田泥地就全程收工，一个批都冇，今日就有翻首映啦！我都中翻条 Q， 手指痛都唔怕，照赢啊！记得啊，十一、九、十二啊！拉叔今日临尾十一九啊，十一十二十二个先，一定系十二啊，十二啊，睇条线一定十二个先啦。拉叔今日几多 win 啊？拉叔今日入咗四 win 啦，八十八十四季王太金刚首饰大帝，你哋话佢契弟，佢今日就赢俾你睇啊！我都话只首饰大帝根本就系应该要系内栏跟前走嘅，上次咁样十三档。都可以兜埋嚟贏後上贏你嘅，根本當你班有契弟。係啊，沙圈推介嗰匹嘅十二號啊，得翻一個 pace， 冇計啦。冇啊，咁佢都埋 Q 啊，埋 Q 咯，咁佢超啊嘛，冇辦法噶，首飾大帝。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做到呢度啊。嗱，記住一樣嘢，第一 subscribe 我哋咧，梗係啱啱先。第二就係去我哋嗰個嘅。Facebook group ma288.com 讨论区就是揀你哋去唔去网聚，咁你去定唔去都最好揀一揀，因为我哋知道有几多少人可以集到数。平牌啊，有平牌，不是吧？咁快啊，九十二啊，哦，咁倒咗，倒咗咯，得一个可能啫嘛。我哋呢啲几十年功力嚟噶，第一时间就讲呢句啦。讨厌头先嗰条线咁快啊，头先嗰条你要影咁耐，呢条咁快，摆都唔使摆。条线啱唔啱啊？唔系咁啊，或者可能佢哋喂，可能系冇到公布咗先，唔系冇到，唔关我事唔事胆咯，都得噶嘛。我哋唔好成日谂人哋衰，全部倒咗十一，系啦，完啊嘛。其他同埋有拖 Q 只狗，九十二都有拖，系拖咗九，因为只十二过咗佢，佢要拍埋上嚟，佢先中 Q 嘛。佢可以影赢只狗噶嘛？影唔？好啦，难摆嗰度，争啲啲。唔系，你睇嗰条线点摆啊，大佬，你嗰只都喺入边。我点睇都十二个都系，点都系十二先噶啦。好啦，记得啦吓，咁啊投票，同埋咧，去 subscribe 我哋啦。咁我哋星期三咧就一月嘅最后一场马嚟嘅。咁啊，到时如果你系参加咗我哋今日嗰个赢在起跑线个 DQ 赛嘅话咧，记得星期三你哋要跑一跑马，跟住之后咧填你嘅 number 落去，我哋到时会开咗第二个 post 啦。好啦，今日节目就做到呢一度啦。咁啊，多谢各位收睇，拜拜，拜拜。赛日收音机即将开始。